没人要的垃圾，妈的，这垃圾还有没有人要？不要的话，那我就拿走呢。要的，加一个，没错。我找垃圾说话呢。找个小子，快他妈把箱子还我！哎呀，加一个不就是个小子吗？你就大方慈悲送给我呗。没没，我绝不送傻逼。讨厌了，加一个，我没让你说话的嫌疑啊。OK 了，海绵宝宝，加一个看我牛逼不？什么逼哪逼？对。开了个灯，加一个，你猜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开个灯，我又不是傻逼，这玩意儿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也是，是我犯蠢了。我就是个香蕉嘛，没错。对对，好的，佳宇姐，佳宇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，我猜你肯定没准备吧？什么？你居然敢怀疑我？啊，对不起，佳宇姐，我向你道歉。哼，我可不敢接受您的道歉呐、啊，因为你说的对。不是你瞎子，你奇怪我的瞎子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在哪呢？这，我瞎子的，好家伙！好的，本期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